好，谁是好野人？游戏规则将两队手中的好野人卡重新洗牌，每人各抽一张卡，依序揭晓，看哪队的卡被抽出较多，就可以入住豪华神殿帐。啊，我们的规则非常简单，就是呢，两队呢好轮流派人来抽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哪一队的卡率先被抽出两张，该队即为优胜。所以呢，最快两 round。对，三乱就会全赢。对，好，来，那麻烦向后转，来，好，混到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奶奶，你去拿就好了。来，好，请转身。哦，哇哇哇哇哇！还好要不要牌？没错没错，好厉害耶！混到我自己也都不知道。哇，对，那我们就让落败的队伍先抽喽。我们目前落后的队伍了。对，你不要讲落败的队伍，落败你是有诅咒我们。我怎么好像在预言结局一样？你今天乌鸦嘴很准哦。对对对，真的。我今天卡比较少。多惠，你要不要抽？好，我们队长多多。我们抽红色哦。红色哦，来，你过来，你要选一张。加油加油！我觉得你要排来，你感应一下，感应，或者是你用那种蓝色感应的。红色，蓝色。今天的时候看会在哪边呢？我觉得。蓝色的，好，蓝色的，红色，相信都会，对吗？好紧张，好，蓝色，蓝色，红色的，点啦，红色的，看看我们了，好像红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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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是蓝色，红色，红色，都会很红，蓝色的，耶！没事没事没事，一比零而已。好，压力换给他们。难收。贴第一个。对，我们今天谁抽都没关系，就是找一个好命人。好命人。对对，来，就是可以了可以了，相信自己，相信。我真的抽手。蛮有相信，有相信。今天是你的大翻转。啊，好感人哦。对。红色。红色。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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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色。确定吗？红的。红的。确定，红色，蓝的，蓝色，蓝色，要不要换？我相信自己，蓝蓝的，不用不用不用，相信自己，需要换吗？我也不知道要不要换，建议换。你们建议他换吗？我看一下再决定。看一下怎么可能？我不会，我队友相信我，对，我也相信自己。我觉得要换红色，怎么样？怎么有人啊？红色！有机会，很弱，有机会，谢谢啦，谢谢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的好朋友，谢谢，没关系。你的手果真很臭，我手真的很臭，一直都这样吗？所以我们下一个只要再抽到红色，我们就赢了。对，第一次，来秀一下，可以吗？给你秀了，要给你秀了，秀一波，秀。直接把红色抽出来是这样子，因为他也是舞蹈精灵，是他舞蹈之神会帮助你，你可能跳个20秒，然后一转身决定哪一张，舞蹈之神就会保佑你了。来，秀袖子，祈求舞蹈之神帮助他。来 ，ready go， 来动起来，动起来，把枪降落。这一张确定？你确定？或是这一张你可以说不要？我觉得可以，这个牙齿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为什么？可以，因为我刚刚也想选这张。好，我想选这张。哎呦，哦，两个人有默契。蓝色的吧？确定？我觉得是蓝色，会觉得黄色，蓝色，黄色，就这个了。我们同步一翻两瞪眼哦。好，红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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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流行手指舞，非常流行。歌想学，对呀、啊，怎么弄手指舞？来，随时来跳进来。手指舞你也会吗？我也会。来，开始了。来。你太爱我，对。You。这个比较难。You。好。You。
我用的气味，我用的气味，我用的气味。请问会的这个有什么帮助吗？就是现在很红这个，简单的，简单的，这个年纪懂这个会超厉害。我如果对我女儿在那边呦呦呦，她会她会害怕，她会感动。哦，还有呢？那结束了。哦，这样结束了。对对对，结束，简单的。好，来我们跳一次。离开 I want yo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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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。啦啦啦啦，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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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啦啦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好，这一段我最开心的就听到"结束"两个字。来，女孩们的正确版。完全那个不知所措。OK。很小。女孩好。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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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？什么？来，郑重告诉你们，我们这个综艺有训，如果不 OK 的话，是会退训的。千万不要以为说，哎，开始录呢就直到永远。所以呢，大家给自己加油打气一下。这样子好了，那就大家一起来跳一支应援舞好了。可以可以，哪一种的？对，那就是用那个你的招牌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要郑重一点。来，那个来多慧先教学一下。好，我们先说你还好耶，你还好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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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，对，左边先左边耶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可以忠于我自己的这个嘛，啊，因为我还是习惯这样哈，啊，不要往前啦，对对对，我都没办法弯，他不喜欢走回头路，对对对，因为这样子很奇怪，好，来，准备了，来，我们女孩好野的应援舞，女孩好野，耶耶耶耶耶耶耶，再次来，女孩好。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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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非你莫属的意思。厉害，你好，他好强！舞蹈之神降临了！你看，走三轮了，走三轮了，到第三场了。皮了，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啦，你让出来，你那个位置给懒懒睡了。我没关系啊，还是你们一起睡。好了，换丰田，你让出来了，你让懒懒跟立冬睡了。我愿意。为了立冬，我愿意。那我们就首次第一次是男女混账，对。男女混账。OK， 好，我们进帐篷了。逆转胜，来来来来，我打开喽，开箱，打开，哎，多慧，你期待的哦，顶级露营，哇，好可爱哦，来来来，走走，哎，进去，好香哦，哇，精油的味道，哇，好舒服，哇，哇，好舒服，然后而且有一个那个精油的味道，隔壁你应该听到一些哀嚎。因为他们现在在搭帐篷，正在盖那个帐篷。哇，我们好幸福！我的妈呀，太难了吧！而且好多个，我也第一次哎。你要说什么是什么啊？老师怎么弄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很简单，这个是北极星的 P1 快开帐。真的吗？它叫快开帐，就是因为它够快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！哇！哎，哦，它已经撑起来了。哎，哦。哇，好大！很大哎，感觉。这个泡泡可以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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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对，好不好？你们不会闯进来吧？我们去外面。拜拜。OK。哇，你好棒哦，你真的是厉害啊！有点肚子饿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哎，刚好两位韩国人，我们进行的是什么？厉害的韩国料理之王争霸赛！哇！都会韩式没问题，绿茶你要加油。对，你要证明你是真正的韩国人。玉林哥，你有吃过我的烤肉？有吃过，是真的厉害的，好吃的。对，好，一路上大家笑你是假韩国人，就利用这一次呢，证明你是真正的韩国人，好，你是懂韩国饮食文化的。是，好，啊，我们队友就帮忙两位呢一起。好，好，我们会有三位呢，那个评审，这三位评审呢，好，我先透露一下，我们今天满满的器材全部都是这三位年轻人提供的。哇，据他表示，光是运动这些呢。金额高达40万，哇！对，所以等一下呢，由他们三位公平的人士呢来为我们做出这个公正的这个裁决。好，来，两位，来，那就准备了。Yes sir。过了，来吧。好，开始。面，两个，一个。韩式大酱，对，这个经典都会。还有什么？泡菜，辣的，辣的。蒜头要，洋葱也要，对。酱在这边，要姜吗？不要，不是，明香，姜可以去腥啊。你是我们最脆的。我就大家乐友会啊，小帮手，大家一以为这是你开的。妈咪呢？好，谢谢。白菜，哎呦。哦，茭白笋，茭白笋，哎呦，他懂得用茭白笋呢。牛肉，好 ，OK 了，好 ，OK 了。好，牛肉不用拿啊。不要，不用。你要吃吗？好，先加水。找到这个，我就找寻找它的。好，先煮水。先这个，韩国的年糕。韩国年糕。好青春哦，不觉得吗？觉得。对啊。觉得啊。哇，好开心哦。我也是。哦，很像辣的味噌。红酱啊，他们的辣酱哦，这个辣酱，韩剧都会出现很有名的。嗯，对，要再厚一点，要再厚一点，不要这样了。我们两个，感觉是不被多会信任的。他竟然说你们两个就播。这个是可以，哎，它是。哦，它也可以吃吗？这个应该这个好像没有哎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真的吗？它不是葱哦，没关系，先煮煮看，我们等下试试看。对啊，说不定他们带领我们去吃。没关系，你先煮煮看。这个台湾他可能以为是葱哦，我猜。为什么不吃？啊，相信他。那我试试看吧。都会说茭白笋的皮可以吃，可以吃。来了，林香第一次吃。白笋皮，它应该有纤维，很多纤维。什么啊？小白笋皮，韩国人说可以吃哦。这不是葱。different， 真的，别的。他以为是葱，捞起来，捞起来，好险！而且我们刚刚发现一点疑点。对哦。OK。因为没有葱，玉哥就一口下去。一口好，烫哦，很烫哦。太好吃了，太好吃哎！我超想吃这一块，他说不能吃的。是啊，玉哥可以吗？来，你吃看看。他的，我去偷过来。好吃吗？我觉得。啊，好。他说好吃，完蛋了。那你觉得你的会比较好吃？我的菜比较特别的。哦，原来是酱而已。酱的比例也蛮重要的。来，好，大小适中。这一口什么都有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
不愧是老板。太好了，好香的记忆。我们现在要到多惠这摊来了，来看一下。再多一点，再倒一点，好。要把灯外面倒下去，被杀掉。看一下，直接淘汰。再倒一点，一点点多做的。再倒一点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好紧张哦。OK， 好好好好好，谢谢。很辣，这个辣鸡面超辣，这个一点点就好，我觉得一点点就好。OK， 好好好，好，哦哦，好，专业的，好好，哦，好像很厉害，那师傅哦。哎哎哎，那谁不吃？那谁不吃？老板，一个 chef。OK， 好，我们差不多了。来，我们邀请三位评审来。这个菜名叫做是李多惠韩式套餐。李多惠韩式套餐，来。三位，来给他们筷子来。好，我们是一个 set， 一个 set， 请享用。好紧张哦，好紧张哦，如何？好紧张哦。那吃韩式的面也要很大声吗？像日本人那样吗？不需要。要吗？啊，不需要。不需要。对，好，不需要。你刚太大声了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好吃吗？这面有灵魂。哦哟。辣吗？不辣。不辣。哦，不辣。好吃，讲话，很好吃，真的吗？是，啊，因为这是一个套餐，吃完面的时候就有汤，没错，会有一个汤，帮你先收掉，先收一下，筷子留着，先筷子留着，筷子留着，我们的尾韵来了，哇，吃到一半就被没收，看看，好，三位评鉴完成，不会，我们要进行男生喜欢的重口味，来，我们先把来碗筷放好。来，刚刚啊，两道美食都享用过了，他们心中已经有答案了。首先，我们一号评审，你决定把韩国料理之王这样的一个殊荣对票，要给李多惠还是给绿茶？请你作答。哇哇！哎呀啊！好，绿茶一票，好，一定很关键哦。这一票你要给李多惠还是给绿茶？想清楚，三、二、一，绿茶。哇！哇！哇！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来，是绿茶还是李多惠？三、二、一。啊！懂吃懂吃，来，内行人，内行人，正式宣布。多惠的，哇！看来多惠是一个很豪迈的女孩，一打开什么都炸出来了。哦，好脏啊！很多东西，我看到了。我的好朋友都要来了。这个我前一阵的时候，睡衣，对，睡衣的，很舒服，对，好舒服。还有我的行李是每一天有的，放在那种刷牙，我一定带着。哦，对，我也是小子女，小子女，这个很多的隐形眼镜，哦，隐形眼镜，对，隐形眼镜，还有。啊，这个饼干好吃，你们吃。啊，这个是洗澡的。哇，对，洗澡的。你带自己的？对，这个干净的。哦，滤水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好特别哦。这个，因为他最近好像有点过敏，对不对？对。有什么是必带的？就那个吗？要。因为我身体不好。你太累了啦。对。你要休息。啊，这个是。鱼香精，鱼香精知道吗？维他命吗？维他命，鱼香精，就吃的。啊！哦 ，B 群 ，B 群，是吗 ？No。鱼香精，鱼香精知道吗？这个我韩国的这些东西听说很有用。对，啊，早上还是晚上吃？哦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对，我要吃一个，有点像卡拉姆酒的味道。这个水里面，滋滋滋的也可以。
还要这个的别的要，这是什么？这个知道吗？我来，我跟你讲，大家这个打包的话，可以像多惠一样，他就是把这些药放在一个手套里面，这样子非常，他就是那种煮饭的或者手帕机的。哎呀，真的耶，聪明哦，聪明哎，是不是很好吃？我要吃，对，好吃吗？还有这个头发的安全风巾，这个化妆品，这个都是韩国带的，那个好用，对，这个。防晒，对吗？防晒，都会带抱的玩具吗？娃娃没有，你的娃娃都不带，他的最近学着，我自己抱抱，然后自己抱抱，对，没有，他的行李箱算是很照顾自己的行李箱，还要我怎么样？一定需要的口香糖，口香糖，对，这个韩国的口香糖我一定，为什么？哦，如果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吃东西，我们没有时间刷牙的，对，这个我口香糖，这个刷牙的感觉的口香糖，真的，你们送一个一个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哇，这个好厉害，不用刷牙的口香糖，你想干嘛？每天刷牙，娘，我刷牙了，可以，好，来感谢周慧跟我们分享，谢谢。韩国料理之王的获奖者是绿阿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关店了，关店了。来讲一下原因来。我只能说，老板不愧是老板。那老板那个比例一抓之后，那个猪血火锅啊，那阿多惠的面呢？多惠面也是很好吃，但是那个汤对小弟来说有点太辣。小弟，小弟是台湾人自己前期的说法，他不是真的你的小弟。来，你的意见？我觉得这个很清爽，然后以露营来讲，这个也很方便。OK， 那多惠的面怎么了？露营不一样吗？这个露营就是配合重口味啊，对啊，喝啤酒啊，正统韩式的，两个口味太重。啊，因为茶哥是假韩国人呐，比较懂得台湾的口味啦。对，那你这票投给李多惠，因为我故意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很喜欢吃泡面，他喜欢吃泡面，对，对，哦，哎，喜欢吃泡面，好厉害，好，来，我们谢谢三位评审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。会要教我们如何制作韩国非常代表性的烧啤。好，烧啤。烧酒加啤酒。一般的烧酒，一般的。一般的。对。哇！哇！龙卷风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哦，要下了。哇！哇！不好意思，帅哦。韩国人都会吗？对啊，哎呦喂！翻来，瓶的啤酒，瓶的啤酒可以用洒的，用那个快用，用瓶的，用喷的，对，不然很好看。我们下次，好哦，哦，因为腿肉不能把它推下去了，底下给我停停，对，放一个，哦，打。你为你干嘛？啊！哇！已经就是要帮你，那他跟你合脚啊？太小了，太小了，太小了，太小的。安内，安内，最好的。哦呀哦哦，哎呦哎呦，这么精彩哦！结束了。来，那这两杯茶拿你的，你喝。来，对，那个你的手进去了，都是你的手。那韩国人在要干杯之前会怎么讲？姜姜姜姜姜姜姜，不要搭在我头上啊！啊，这个也有哦，要一口干掉。哎呦！哦，为什么？哦，厉害！好像在拍广告。太骚皮了，太多了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要这样喊话？漂亮，真的是好喝，对，好喝，好喝，太开心，太开心了。我们这一集也来到尾声了，是。我们照例呢要公布本集的最佳 MVP， 好。
我相信应该没有任何争议，因为这位成员呢一整天表现啊相当的投入，嗯，然后呢也发挥这个坚强的生命力，嗯，即便一路被嘲笑被挖苦，但他始终做他自己，坚持以最佳的成绩好来说服大家，对，他是真正的韩国人。MVP 得主是绿茶，可以获得半岛明星我们水晶站免费住宿一晚。谢谢。Thank you。我终于成功了，都这么老了才成功了。你有没有加那一句话吗？我已经成功了，老来俏，老来俏，你有多恨老来俏？好，我们节目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啦 ，See you。东风男友日记，东风男友日记。大家应该很期待，对，前几集哇大受好评，对，点阅率我跟你讲不知道多少了，相信好几十万，对，好几十万。那我们今天要挑战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全民禽兽，对，那丰年是我的徒弟，没错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比赛谁比较会撩妹，找一个女生，找一个女生，对她，然后请她评分，好，好，那我们找秀秀子，哦，为什么会想要找秀秀子？她笑点比较低，看起来比较好撩，比较好骗，比较好骗。我很好骗。好，那我们就去找秀秀子。我先，徒弟先，好不好？好，走。哥哥哥，打扰了。晶晶，秀秀子，出来一下。我吗？对啊。你要等我？好可怕哦！欢迎欢迎。那不是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我们闲聊，这是私底下闲聊的意思，对的。我们来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聊心事，好不好？聊心事没有人的。哎，等一下，秀秀子，你脸上有卡东西耶？哪里？跟我说。没有没有，这边。这边。啊啊，是卡哇伊啦。啊。你很烂。他笑得很开心的。他笑得开心。哎。其实我有带礼物，你猜猜看是什么礼物？不是我教他的，猜不出来哦。是变态的礼物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一定跟我讲，不会，你一定会开心的。糖果。我有带 ，Dice Key。他笑了，他真的很好骗的，换绿灯。好，换绿灯，换绿灯，来，一个一个，我一个而已。对。因为好的招哦，不需要两个。秀秀子，今天你看，你今天在我们这队算蛮开心的，对啊，对不对？那像我啊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很会演戏，我是电影咖。那你知道电影咖就是很会表演，所以我很会喜怒哀乐。你看哦，我会哀乐 ，I love you。好，好笑的。好。秀秀子，来一下，来这边，来这边，来这边。是不是可以牵着他们两个手？然后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可以撩到？就他们两个的战争，或者是整天的表现也可以、喔，也可以。对对对对，整天的表现、喔。对，碰到了，一定要吗？一定要？一定要，一定要，一定要。没有，因为刚为什么很烂？都以为有中、欸，我以为有中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没中哦，所以我们的撩妹是没用，没有，你反而是评比是因为你今天是，哦靠，我都叫你们不要讲这种气话，你完全是照今天的评比，对对对，今天，那丰田出了什么问题？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对，表现哪里不好？丰田有推荐一个，他买了两包的那个零食给大家吃，结果一致的难吃。意思就是说他的选东西的品味很差。对，因为那个是买一送一的。那立冬哪里好？表现哪里好？立冬就是还是比较会帮大家圆场，就是我们如果讲了什么，他就马上帮我们圆回来，然后又插了很多。算是比刚那个有梗多了的笑话在里面，对嘛？我节目上的表现比《东风日记》好多了。今天谢谢秀秀子当我们的裁判，好不好？师傅还是厉害。好，那我们再去找下一个。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谢谢秀秀子，谢谢秀秀，成功。没有，我刚刚笑是因为
你挨的时候，你的嘴角一直在动，因为太累，我累了。他心虚了，我想回家。本节目感谢艾妮雅化妆品冠名赞助播出。女神聚集会多香，这么香！美女与野兽的组合到底有多疯？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不啰嗦，快把女孩好友频道订起来！